我们就是适合 chill 的人。这里有一个可以按摩五分钟，然后只要给他小费。为什么是跟你们来？什么意思？就虽然我觉得这个地方有一点点 touristy， 但是我们好像还是玩得挺开心的。所以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还是可以来这边走走。Hello， 我是 Jenny， 跟 Celine、Cynthia 说了好久的姐妹旅行，没想到真的成真了。这次跟我们一起去巴厘岛玩的还有美女双语主持 Jennifer。那跟双 C 旅行行程从来都不需要担心的、啊、我跟 Jennifer 就理所当然的当个行程 freerider， 不带脑子出国了啊。结果不带脑就真的差一点赶不上飞机，好不容易赶上了第一段，第二段转机的时候，因为有大人物在雅加达机场，我们就这样被困在机上一整个小时，然后第二段就完全赶不上，哎，就只好重买机票啦。好在经历了一番波折以后，终于顺利到了。但这么呛的开场，到底首次姐妹行能不能顺利进行？快点继续看下去。耶，终于到了！我们终于有我们的车了。多亏 Celine Cynthia， 我们终于可以过人的生活了。经历了11个小时，现在终于可以去吃东西，然后 check in。还好我们今天没有排什么行程，所以今天就吃东西，然后休息一下。感觉像是路边摊，但是他说这边路边摊都比菜品还要好吃，超级多。然后甚至是牛肉丸汤，还有副饭。对，感觉吃饭也太 guilty 了，这几天要减肥，所以先喝口大的另外。也是好吃的，很香。它这里面就是有牛肉丸，然后有一些碎的牛肉，这样子一碗汤加一个饭，可以大家吃掉。所以这家是在 Google Map 上面找不到的，还有大家可以等一下贴一下地标给大家，真的好好吃。现在已经到第一天要住的地方，然后听他们说今天是随便住住的，但结果超好的，很 OK 耶，他们有自己的泳池，然后还有 live band。来看看一个人300块的房间，像怎样？情侣，这是我们整趟住的最差的一晚上，真的最差的晚上，一个人300块，结果超大。这里有一个可以按摩五分钟，然后只要给他小费。还有肩颈跟昨天没讨论到，这一趴等一下给多少钱？然后还可以等早餐，好赞。分成四。耶，终于看我了。等一下，应该是因为这边的东西也多，反正那个吃，然后早餐也来了，西餐吃。对。吃完早餐，来他们这边平常最多人的库塔海滩看看，结果根本没有人，完全。天哪，这里完全就剩下当地人哎，没有观光客，我们最观光，我们被包围了 ，Jenny， 我们要被包围了，我们直接要先逃走。我觉得他们这边太缺观光客了，真的，我们现在很像那种就是很显眼的目标，对，尤其我们，这个海滩好无聊，我们现在来它对面，就是堪称是巴厘岛最大的 mall， 但其实也只有2层楼高。因为它这边好像最高的楼就只能盖到4层楼，所以巴厘岛这边房子都矮矮的。来逛逛看有什么，如果太无聊的话，等一下再去按摩好了。我跟 Jennifer 都超想按摩。他说这边在这种大商场的话，可能可以从7折开始杀，可是如果你是在户外那种路边摊的话，2折。对方跟你喊10万，然后你要喊2万，你喊得出口吗？我是很确定我喊不出口。我觉得有点太丢脸。他可能讲10万，然后我稍微讲一下，他如果给我95000，我就 OK， 我可以马上我买，我买，好烂，我们脑波超弱。后来按摩了，然后这一间好像是评价非常好，然后之前也非常热门的一家，所以现在就客人比较少。结果我们现在要按75分钟，然后一个人才450块台币，超便宜的，也
感觉可以每天都玩。行程好废哦，我们就吃完东西。然后我跟你家在一起很难不废，有吗？我们像勤劳的人吗？我们还是你 expect 我不会讲，我不会讲勤劳，那懒惰，我们就是适合 chill 的人。他们还说就是想问我们今天如果都待在饭店可不可以？哦，当然了，就是啊，对，他们怎么会想问我？没有，我 Thank you。Welcome drink， 好可爱。是 Welcome 冰棒哎。对 ，Cheers。We have three pools here. Yes. One in here, in the bar, in the lobby. Also in the lobby. Okay. Oh, so pretty. So this is your room. I just 刚刚心里闪过一个念头是，为什么是跟你们来？什么意思？房间好像就中规中矩。对，房间中规中矩。这里真的太漂亮了，而且它还有三个泳池，然后到处都可以喝酒的感觉。等一下应该就花一些时间在这个 villa 走一走，然后吃个东西，等晚餐。我觉得女生来 villa 真的太忙了。真的，就是我们又要一直换 outfit， 对，又要一直拍照，对，然后吃饭时间还要一直拍食物，然后感觉可以游个泳，嗯，然后再喝个酒，喝个酒，我先喝酒好了，很适合喝个酒，喝酒拍照，好忙哦我们。Jenny， 你现在需要把你自己移动到那边才能帮你拍照，因为那里比较好看。结果我们就这样拍了一整个下午，拍到所有人都走了，真的，剩下我们。天哪，晚上开灯以后超漂亮的。拿了一些沙拉，还有南洋料理，就是鱼，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应该是这边的面，然后他等一下那边还会有烤肉可以拿。哇，我已经太饿了，不想等他们了，赶快先吃。还有白粥 ，Cheers。600块，在这里应该是张大爷，我都 OK。今天早上赖床太久，化妆化到了现在，才要去吃早餐。我感觉在这边每天都吃到很多水果跟菜，然后这边还有 cereal， 培根。甜甜圈，好 guilty 哦，但我还是要吃甜甜圈。我们要离开这个可爱的 villa 了，舍不得，真的。住一个礼拜。我们已经到 Sunday Beach Club 了，然后它是在一间 hotel 里面，现在就去看看长什么样子。刚才来的时候已经觉得超级漂亮了。漂亮，我们这边是
买了一个人大概700块的 day pass， 然后现在要搭缆车下去他的 club。结果这边超级热闹哎，还是蛮多人在这里的。然后今天天气超好，但是应该所以还很漂亮。他们这边很多人是有先预约的，所以就可以坐在下面的位置，满满都是人。然后我们现在要去一个就是有被预约的地方，哇，超美的，在这里，他有自己的一个位置，很夸张耶，好好哦，哎，这边真的可以待一整天。乱拍照一阵，现在好累哦，动不动就累。我们才第一个行程，应该开始第一个小时。我们等一下应该是 villa 要 check in， 然后先休息三个小时。按摩，等一下要去按摩，等一下要拍 villa， 然后再去一个也是海边。哎，拍 villa 我们两个可以 chill 了。我就是一直在等他说要去拍 villa 这句话。现在的拍 villa 就等于休息，因为他会拍超久。结果发现他其实是有600块的低消，然后加上300块的入门票，所以其实进来的时候是付了大概900块左右。然后我们现在就是点了一些酒，还有食物在这里吃。等下吃完就可以去 check in 另外一间 villa 了。我们已经到了第三天的 Airbnb， 好可爱哦！这间是双卧室的房型。我觉得应该也是2000多，哎，2000吧。你猜2000多，你猜多少？我猜2000整了。你说一个人2000整。你猜1000多。猜1500，这边一个人一个晚上只要1000多少钱而已，就是1000，对，就是1000块。天哪，超级便宜！刚刚睡外个午觉，现在要来看夕阳。这里好像不是很好走哎，我觉得这边好像有点像九份的感觉，但是有一点臭臭的。这里就感觉真的蛮 local 的啦，然后很多餐厅啊，还有一些小酒吧，有猴子，还有帅哥。哦，好近哦！不要太近，他会抢东西的。天哪，不要抢我的东西！他们现在一直在看我，我有点害怕，我先收起来了。从那边走下来以后，这里就有一些卖东西的 vendors， 但好像这一整区就是在涨潮的时候都会被淹没，所以现在退潮才可以在这边走。这里真的感觉是一个比较偏观光化的地方，然后大家应该都是会来这边看夕阳或者是冲浪。好多冲浪帅哥，现在找到一个 good spot， 他站着这个角度不放。拍完了时尚大片，现在来这边喝啤酒等夕阳。就虽然我觉得这个地方有一点点 touristy， 但是我们好像还是玩得挺开心的，所以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还是可以来这边走走，但就是感觉人会比较多一点点。今天云有点厚，所以太阳下去以后就看不太到了，但有看到一整颗的夕阳。然后我们现在可能去随便吃个东西，然后就回我们的 villa。
然后晚上要 go clubbing， 好期待哦。对，但那时候应该就不会拿相机了。大家晚安，拜拜。因为我有问了，就是现在天空有四个颜色，太美了吧！然后明天因为29号，住了超爽的饭店，去到厉害的 beach club， 还看到美的窒息的日落晚霞。接着我们要前往北边的乌布，来一趟远离尘嚣的净化心灵之旅。不只要在丛林小屋中瑜伽，还有 Airbnb 里就可以体验的 Bali swing。更多姐妹巴厘岛行程亮点，要记得订阅开铃铛才不会错过哦。那我们就下一集见，拜。